My name is Teck Seng. My age is 65. So the store name is Teck Seng Soya Bean Milk. What time I start? I start work at night, 11:30. Until everything finish is about 4:30 in the morning. 首先我要先磨那个黄豆，黄豆是在磨之前要泡水4个钟头才可以磨，磨了就要下去煮。其实做豆花也是没有什么秘密，只要其实是靠经验的，你的豆水跟黄豆要配得好，豆花吃起来才会滑。其实豆花的分别就在于你入口味滑还是吃了好像它的口感好。 其实这些 customer 在这个时间都是 regular 的 customer 来帮忙我，就是因为我一个人根本是做不来的，在煮还可以啦。如果是在卖的时候，一个人是做不来，因为其实早上会有很多人，他们来帮忙是好像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啊。其实我的 customer 很多是吃了又再回头来。 本地人也有，好像外国人就比方说日本人，他们都很喜欢来喝我的豆花水。Oh, this is very natural, and I like this one, very good taste. Wow, and this is just $1, so cheap. 小贩就是有一点好处，就是我们跟他交流，久而久之就好像。 变成是好朋友这样。我们一次选就是2年，任期主席的任期是2年啦，挨着什么职务都是2年。可能是我人缘好了，也是其中之一。 他其实很有经验，他这么会也是几十年，他都是一路来，他就是做总务，他有很多职位都做过了。其实我不喜欢做，因为这边的人很难伺候，他的人比较随和随便，然后就常被欺负。我条件那样一直在帮人哦，连人家都觉得好像说你应该帮我这样，因为你是下面这样，现在人会这样。 他们觉得说啊，因为你是下面，你应该帮我。其实他帮我们争取到，一定要帮他们帮到，顺他们的意这样啊，他很难啊。